可以做一日啊，先可以交俾後面，希望你哋可以幫我哋今日講啊。
當時嘅政府儲備得六百九十五億嘅咋，但係推出嘅回饋研究真係。
係大快人心，講到禍害社會，絕對係零容忍。民進黨嘅綱領係建立獨立嘅香港共和國，係用劣行嘅班班校園過毒。咁我哋希望網上煽動去向外國組織鼓吹港獨，甚至要求美國制裁我香港，不取替仲俾香港害人，要害香港，要警惕陳浩天咁嘅賣歌賊、賣歌廠、賣。好啦，俾大埔，你好有情感嘅，支持啊！交俾大埔呢位先生。我今日所處嘅地方就全部都咁，我哋咧喺論自由嘅文章中咧，點解呢個社會上知道咧，定義咧其實有積極自由同埋消極自由兩種嘅。而積極嘅自由咧，其實同我哋一個地方嘅國家嗰個法例同埋嗰個法例咧係成正比嘅。咁但係好可惜，我哋咧一啲港獨啊、一啲自主嘅人士咧，就經常以一啲言論嘅自由作為佢嘅幌子，而且再加上佢放喺道德嘅高地上嚟使用，咁樣咧根本就係欺騙緊香港市民。唔該曬咁多位現場朋友，翻返嚟台上會唔會想簡單？堅決一定要反對。因為實行咗就翻唔到轉頭噶嘛，係冇。我交俾後面大埔呢位先生。我覺得咧填海咧非常之好。非常之有利嘅，因為點解咧？負重工廈嗰日我冇錢裝修，但佢又想賺錢。我覺得咧，呢個負工廈非常之好嘅，有啲人收租收到手都軟啦，再擴充佢嘅營業，分分做埋地產。咁我覺得唔裝修咧，跟工廈係揾唔到錢嘅。咁亦都配合香港政府嘅法例。好多謝各位。我哋講翻人工島啊，呢個明日大嶼啦，我翻翻去台上邊好唔好？聽咗好多意見啦嚇，幾位嘉賓會唔會有啲想回應一下？我先回應一下第一啲同學仔嘅意見先啦。咁啊，第一件事咧，嗰1萬億咧就係第一估出嚟嘅啫，係咪真實1萬億咧係另一個問題。第二。